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卢哥，欢迎回来到我们传说对决。那我今天呢有一个比较特别一点的企划，就是我想跟各位介绍一下我新认识的一个朋友，好吗？他叫做宁宁。来，这个他的 IG 直接附上来，好不好 ？OK 啊、哦，这个本人就是长这么漂亮啊。为什么我见过他本人呢？因为有一次我去澎湖玩，回来的时候在机场遇到他，所以我可以确定的就是眼前这位妹子就真的是妹子。你这是什么咒语呀？这是江西的方言。简称干话，萌萌的宁是你，好色哦，这个名字。那我们这就把麦打开，让各位听一下他这个娇喘，在这个娇羞的声音。嗨，宁宁，等我一下，好，等你一辈子都可以。走、啊，出发、哦。叫我们吗？对啊，只有我们两个啊，干嘛？你想有第三者是不是？哈，没有。哈，哎、欸，可惜传说对决打游戏不能视讯啊，不然我就可以看你现在的样子，好害羞，这个有助于我提升传说的战力。假的。哎、欸，你看主卡的 ID 叫做电报你耶，他电报我们的怎么办？没事的。我们两个神仙眷侣的，怎么可能被他们拆穿呢？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我觉得我跟你天生就是一对，怎么办？嗯，笑屁哦！干，你走出去外面，走出去外面，外面草丛，走出去外面。魔龙右边往右走，对，右转。好，对，好，然后从那边帮我丢，对，从那边帮我打，对，怕防止对方走进来啦，你懂吗？敌人消失。OK， 好了，你可以去帮你的射手了，谢谢你。哎，我下一场来玩射手好了，我想要被你扶，想要被你扶劳尔，可以吗？虽然说我现在还年轻，不需要人扶啦，但是有那么漂亮的女生扶，我觉得也还是不错啦。嗯，我蛮会扶的。你，FBI open up！ 不过是小菜一碟。哎、啊，格力还不打他哎、欸！开始撤退。魔龙凯撒降临。哇，吓死我了！你们上路 OK 吗？不行。不行哦，好，没关系，没事的啊。我们下路拿了一个头，然后再拿个凯撒，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。OK， 妮，你帮我看一下蓝 buff 好不好？我好害怕蓝 buff 哦。哎、欸，玩我的蓝呢？我的蓝 buff 呢？哎、欸，在我这里。妮妮，我的蓝 buff 没我了。可以的，不用担心，不用担心。嘿嘿嘿！成。Bye, have a great time. 啊，完蛋了！嘿嘿。没关系。没关系，我照顾你，好不好？我照顾你，给你一点头，加油啊，妮妮，可以的 ，OK 啦，头给你，对我来说是最爽的事情，你知道吗？哈，头给你，我很爽啊。萨迦在草丛里面。好的，注意我方防御塔。下路，开干！兵线哦，你们带兵线哦。哎呦，杀下来了！哎呦！危险！这把很刺激耶，这把没有办法好好的把妹，怎么办啊？大招还在。
完蛋啦！沙加在我屁股，还尾随我，好坏一个人哦。敢来欺负我是不是？冬天脑，好爽啊！哎，刚刚那个萨迦跟祖卡两个想要围殴我，哎，怎么可能啊？是不是？啊，你觉得有可能吗？没可能，没可能，是不是？我就知道，哎呀，哇，你这个不止心里面都跟我站一起，我更希望的是你的连身体都跟我站一起。啊，没有了，没事。你笑得好娇羞哦！你好烦哦！你好烦哦！完了！哎呀！大招还在冷却中。哎呦！哦！36计走为上策。佛洛伦被我敲爆，哎，哇，好狂啊！进攻凯撒，你们吃凯撒，我拿魔龙。哎呀，计划通。只是说他们都消。Hello there.这样子 OK 吗，妮妮？啊，你对我这个金箍棒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可以啊。16公分不含头，这样可以吗？有没有把对方打到都像喝过高粱一样晕头转向的，可以吧？哎、欸，我打了38%的伤害呢，妮妮，这样子的巨型肉棒，哎、欸，你怎么马上走掉这个？哎、欸，你怎么直接走掉呢？你能不能给点称赞，给点赞呢？啊，我还在吹捧着我自己的同时，你就直接离开房间。你不要这么坏好不好？我太坏了吗？嗯，但是我是希望你在别的地方可以坏一点，没关系。